什么我们的那个打不到狗狗啊？我怕把它弄死我死掉。哦，还好，差点。差点把这些狗弄死。好嘞，又到演狗狗了。怎么走呢？好可爱，泥炉仔，泥炉仔，泥驴仔，泥驴仔，泥驴仔旁边那是什么？旁边那是什么？我们好像不用学，不用学瞬间移动哎。应该不用吧？怎么突然好想睡觉？每次宝可梦玩完都会这样。跳得上去吗？跳跳跳，跳不上去是谁呀？真的跳不上去吗？真的吗？狗狗的对决，换个宝可梦好了。换谁好呢？换你。尼布利姆。尼布利姆到底是什么？它明明看起来蛮像妖精系的，但它是超能力系的。拜喽，狗狗！拜喽，狗狗！橘子，嘿，这样就跳了上来，哪里怪怪的？撞到什么？被踹了两脚。好笨哦！好痛！跳得高到我们视角找不到它，好好笑。狗狗，
怎么说？是，咦？哦，附近都是一些没抓过的宝可梦哎。空手道王红河，好像真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哎。可怜的利欧路，太可怜了吧。不是啊，这个人的利欧路怎么这么可怜？840块，这样也太好赚了吧？玛丽露要进化了吗？好嘞，玛丽露丽，水兔宝可梦，好嘞。截图见了，准备在树上睡觉，这到底要怎么挑上去的地方啊？我找到了，这是你。球好像不够嘞。精灵球好像不够了，太好了，捉到红怪了。猴怪长得好可爱，跳得上去吗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怎么那么小鸡在地上？很搞笑哎。热辣娃，怎么都抓不到啊？特工提高了，要换这个，也太难抓了吧！什么鬼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手太妙啊！安娜鲁拉斯好了，
可能，不可能的吧？不可能吧？他看起来很生气耶，我不知道他看起来在气什么，但他看起来很生气。然后他大概花了我5、6颗球了嘛，也太难抓了吧？什么鬼？他一定，跟你说，他一定个性很不好，搞不好就是那种什么。芳香服务好像很不错哎，芳香服务提高我帮宝可梦的特防，这个吧，沐浴在太阳下越久，体内的辣味成分就会增加的越多，招式也会变得越来越辣。什么东西？疯了吧？冷静的个性有点爱慕虚荣，降速度的。哦，天气晴朗的时候速度会提高。特工的，送到盒子里，拜拜。啊，好少，冷酷又爱慕虚荣，不同个性的没办法吸引，是吗？怎么会这样？说你不配，你不配啊！怎么又一直？所以我说，怎么会又碰到一只呢？那我要叫谁去打巴鲁拉斯？它草系的，这样我的那个啊，玛丽露丽会不会倒啊？还好他没有用草系的技能。新手很强诶，完了，哦，他飞上去了，没打到。啊，他一滴，他一滴，刷我不需要宝贝球。食物吧，感觉就是有食物就很好拐骗的，笑而不语。跟皮卡丘一样，对啊，皮卡，小智的皮卡丘超级贪吃的。到底跳不跳得上去？看起来要加速嘛？怎么上去呢？不行啊，跳不到。开心就电你，不开心也电你。有点烦，有点，我觉得小智的宝可梦都有点恐情诶，这个恐怖情人路线，皮卡丘也是，然后大部分都是，很好笑。什么？这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小智的宝可梦都是怪胎，都是怪胎，都还蛮不正常的。泡沫光线，我不小心把他打死了，老天啊！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的弱。
抱歉喽，谢谢谢小乖的 follow，不小心被打死了。好啦，我们直接丢球。你看，每当我想要抛弃我一筹大失的梦想的时候，宝可梦就会被我不小心打死。猪版主播先这一波，谢谢你哦。原来是猪版才有追呀，其中有三次，也太菜了吧！我快没精灵球嘞，好像不能在路上，点怎么办？我想想，不能打太大力，他等下就倒了。看一下，水枪吗？水枪，才不怕以后找不到主板玩家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哒，剑手氪精灵球哎，所以谢小乖是纸吗？好哎，木下力士，而且我们还抓了一只女孩，女孩的毅力宝可梦格斗系的，哦，我认识的好多人都是玄子哦。大部分都选址，被船头撞到一只小小象，再见了，小小象，拜拜。前面有一个可爱的家伙在地上转圈圈，看到了吗？我们去找那个转圈圈的家伙。什么小孵蛋呢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是什么？这什么？岩石堡，看起来就是一只很脆弱的东西。我应该8颗球可以抓得到它吧？可以大世界共有后。基本上就只差这只坐骑不能换哦，好像是这样耶。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猪版的这只坐骑耶。哦，我不会随便敲一个它就倒了。岩石系，我这个水枪敲下去它就倒了吧？它应该是岩石系的吧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米布利姆，这样怎么打呢？好诶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换一只血厚一点的来。买蜜露丽，丢球。喂，岩石堡，我之前没有看过这只宝可梦，我刚以为是什么骨头肉在地上爬。岩石宝可梦，会愿意分享贵重的盐巴，好可爱哦，真是善良。它的眼睛长得很像那种万圣节会出现的宝可梦的眼睛。好好笑，香药，
在西地区，这个人应该是可以对战的吧？幻想，怎么办？我们的宝可梦啊，飘飘球哎，晚上了才有的吗？现在我好像离我的目的地很远呢，是吗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还在路上。哎，不对吧？我走偏嘞，我怎么走来这里？哦哦，东西够吗？打打看好了，希望玛丽露丽打得赢。诺丽。羊哎、欸，还有末光线，好嘞、欸，美丽羊，拜拜。要去抓一只飘飘球，这是什么？嗯，别跟我，别跟我！有一只鬼师。剩五颗球哎，真糟糕！能刷得到吗？嗯，继续掉。伸展钢球，鬼心的气体，飘飘除，水枪，魅惑之身，这什么妖精系的宝可梦是吗？哒，两颗球。他没有球嘞，那谁想来挡呢？钻萝卜坑。好嘞，好了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了，不能再游荡了。嗯，什么东西？从作者这边放射出的
精神力量不在脚尖和地面。什么啊？折边宝可梦，超能力系的，不是妖精系的，是超能力系的。存档。啊，波波进化了吗？波波进化可爱吗？怎么不吐蕃从用爬的变成用走的了？好可爱啊！哇，电跟格斗系耶，好像很不错哎。猛推，好，你选猛推，很不错哎。提高自己的特防。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充电跟刺客连接，充电要搭配电属性的技能吧？还是要把挖洞换掉？把挖洞换掉好了。好嘞，可爱哦，超级可爱的。这样我们要往哪走啊？想要抓一只飘飘球，但我的球不够了。我在路上贪玩，我本来应该是要沿着这条路这样子走过来这里的，结果我到半路的时候就被迷惑了。所以我可能要把它，好吧，去往这方向走。我猜飘飘球应该是那种每到晚上的时候满地都是的吧，所以应该不需要这么急着抓它。好嘞。走的那条路到底在哪？火力碎片耶！我找到路了，是这样走吗？是什么？哦，躺着睡觉的可达鸭。刚想说那是什么？看了很久，我感觉这条路应该是可以直接往上走的。什么？我上交，让他们使用一些道具，想要吗？小树果。香药好了，
先陪。嗯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嗯嗯，哥哥，这是什么？探小事，要不要直接抓？怎么没有球？嗯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太对耶，那这样会在吗？哦，怎么这么脆皮呀？轻轻一敲就没了。开抓，没错，太傻眼，好像一下都不能敲他哎。可是我没什么球了，这样的话怎么办呢？还是得喂他们吃点东西吧。他不能在这里面换宝可梦吗？一定要出去这样换。嗯。好了。再存几张，抽不够了，不管了，直接想了。宝宝类，波波有没有麻痹的？啊，原来是宝宝，有哎，我的波波可以，20滴它会死亡吗？还是蹭蹭脸颊就可以了吗？好，蹭蹭脸颊，20不会一敲就死掉吧？不吐蕃象吧？啊！等一下，我刚没有帮他，我刚没有帮他。不去，不太妙哎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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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把它换下来，多蹭几次吗？不行，它快倒了，我的布图波快倒了。好像没用哎，哦，有有有，它好像还可以，2颗球，应该可以吧？完？啊？继续丢，继续丢我的精灵球。啊，等一下要去买球哎。还是我先回去买一趟球再出门，要多蹭几次，没事啦，就是200块而已，
好嘞，小火星宝可梦，寄宿在燃烧的木炭上变成了宝可梦，即使敌人再强也会燃烧着的斗志迎面而战，好像很强哎。他体重蛮重的，以宝可梦来说，还有10公斤哎，10.5公斤哎，好扯哦！真的，很多人会想要，为什么？小火星宝可梦，然后带在身上吗？还是送到盒子里啊？送到盒子里好了。他讲的不够可爱啊！可是它是火属性的，我好像要把它叫出来耶。水鼠吗？水鼠是谁？水鼠。盒子，我身上没什么火属性的宝可梦。马令，它不是兔吗？它不是水兔吗？人家是水兔宝可梦，它不是水鼠。它多重啊？谁在哪？为什么没看到？哎，你多胖？为什么没写？它 是水兔宝可梦啦，怎么没有啊？为什么没有？要出去？这里吗？这个吗？哪里？不太知道这个版本要去哪里看耶，找不到哎，在哪？怎么会没有？还是我要去他的那个图鉴找吗？补到最胖的。他为什么呀？详情，28.5公斤，28公斤，这只孩子，水兔宝可梦，人家是兔，不是鼠，玛丽露是鼠，为什么它从鼠变成兔了呢？真是不科学，真是不科学。然后差不多啊，玛丽露丽28公斤哎，然后那只炭小四，它10公斤哎，鼠 进化变兔真的是蛮神奇的，我想要过去捡了就跑哎，觉得有可能吗？想要过去。捡了就跑，请不要撞到我，别撞到我！哎呀，我球不够，香药也不想花在这里。再见了各位啊，好可爱哦，超级多飘飘球的。等一下，我必须要来一只就好了。觉得有可能一颗球抓到吗？没球了，哈哈哈！纪念球好了，丢纪念球。可爱的飘飘球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不太痛哎。我以前觉得飘飘球很强，但其实好像也还好。我觉得好像要回去买一些球。哎，完了，不太妙啊！我用到超级球吗？认真吗？
是抓个飘飘球而已。好啦，没事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过就是一颗超级球，等我以后赚钱，都很容易的，对吧？你看，飘飘球才1.2公斤，哎，超级轻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怎么打？这样怎么打？有啦，可以称得到重量的。这样吧，狗仔包。就是晚上，然后你给我用大晴天，真的是很狠欸，太狠了吧！女生最需要的特性，不是女生最需要的特性是纲手大人的招数，是火影忍者里面纲手大人的招数。没效果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没效果呢？热辣娃，拜拜。怎么办呢？我到底该不该先冲回去买个球再出门呢？上高，这木牌很强诶，对吧？漂亮，不是啦，我真的不是，我真的不是。我决定回去买个球再出门。我刚才在路上晃太久了，晃到球都没了。好吧，先去买一些球。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好嘞。好呗，要买多少球呢？买个或多少15000，买个50颗，买个30颗，好喂，没什么需要的了。拜拜，走吧，我们要去赶路了。你在干嘛？走吧，不能被路上那些亮亮的东西跟可爱的宝可梦迷惑。我们要去赶路了。我好像可以把谁叫出来。他叫出来，然后去打一些可怜的小孩，对吧？走吧。这刚刚打过了吗？啊，没打过吗？马里，原来我没有。好可爱哦！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愿影娃娃，太 Q 了吧！好闪亮啊！728块，三颗球也太好赚了吧！你还有要给我什么吗？好吧，没有。
什么？我刚本来是不想要撞到任何一只宝可梦的。再见了，小小象。为什么？走开啦，飘飘球！大晴天呢？我以为是亮亮可以捡的东西才跑过去的，结果被骗了。我的喵真的很拽欸，超可爱的，超级帅。怎么走呢？有东西可以捡吗？有欸。那什么？真想啊！光斗仔，你好，光斗仔。哦，我是没好好练投球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旁边那只小羊在凑热闹，好气哦！太嫌弃了吧？什么凑热闹的小羊？虎波波，哦，它也会电击吗？好烂哦，这是什么猛推？再一下吧，提升了三次，！Oh my god！提升5次，然后直接把他打倒了。他进化出那只呆呆宝可梦，我刚也是看到后面有一只才想说派波波上来，7个经验的，怎么突然就下雨，然后它就不见了，好好笑哦。找到了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嗨嗨，笨死了，还14等，刚那只15等，那我最近真的不太会丢球欸，我以前很会丢直球的。电光一闪，会不会直接跟他说拜拜呢？还好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子你有球了，精灵球上吧。
好诶，光头仔，有了，有了一只光头仔，会摇尾巴来发电，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会闪烁头部通知伙伴。0.4公斤耶，好轻哦。走吧，走吧。是不是？算了，你回来吧，走吧。行。我要帮我的钻萝卜坑解除麻痹吗？先换这个水库上来好了。学生庆泰，毛球哎，好可爱哦！其实毛球长得超级大只的耶。再见了，毛球。学生通常都没什么钱呢。不要停止你的风，果然448块。没事，走吧，拜拜。再见了，学生。怎么啦？撞到一只摇摇龟，好闹哦。别闹啊！别闹啊，摇摇龟！蹭蹭脸颊。哦，这样还打得到吗？被挡掉了，还有什么可以用吗？哇，我的迷宫礼物。这样打得到吗？这摇摇龟也太难了吧？感觉很不好打感觉是一个直布罗陀通，一直下盾的感觉，一直 bubble 的感觉。好嘞，好嘞，再见了，摇摇龟，拜拜，拜拜，摇摇龟。我还是走去路上好。在干嘛？啊，可以跟他野餐。好喂，你人真好。天然。是的，放松一下。原来这上面还可以野餐。好喂。晚安，晚安，Wolfgaming。晚安啊，哇！说晚安，说晚安是要睡觉的意思吗？还是？直接不小心掉下去，为什么？那个泳圈又在发光啊！
为什么还能发光？现在就很突然耶，我想要过去看看他，然后我就不小心跳河自尽了。他是钛金化的，男孩是钛金化的。阿乐你好，太好了，原来是有中文名字的。好喂，存个档。永轩佑啊，那这样猫怎么打？猫把猫猫换上来了，嗨嗨，好耶，快三点了，真的耶，快三点了，快三点了，好可爱哦！我们用那个钛金化来跟它打吧，它是冰系，哇！我以为他是草，我以为他是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水系，永春用是水系，但是他太青花是冰系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想一下哦，宝可梦冰系呀、啊，换个布波吗？他几等？21等。布布嘛，布布还是玛丽露丽啊？先换玛丽露丽上来挡一下。有人说卧蚕很美吗？没有耶，没有人这么说过。不是。不装进来看一下都不知道它是什么，真的耶，真的耶，就跟我们拿到的那只皮卡丘一样，飞行系的皮卡丘，怎么打呢？敲一下看看，哪一个好？弹跳。冰冻之风，效果不好。水之波动，阿乐晚安，祝你睡得很好。笑而不语，我只好笑而不语了。打不到哎，怎么办？泡沫光束吗？怎么感觉好像还是可以等级压制的？应该是哪里搞错了吧？这样可以抓他了吗？他解除太轻化了。好哎。我们必须得抓他，而且我要用一颗超级球抓他，这样才能区分一下。好喂，好喂，抓到了，解除就可以抓了，赞赞。可是我好像不会，好像还是可以把它换上来耶。土布波，布布波想要学咬住，他不用学咬住啦。好喂，马来西亚的时间现在是几点呢、啊？阿乐，台湾现在是三点吗？3点左右。哦，跟台湾一样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也是很晚睡耶？吗？哦，2:52，没错，是2:52，原来是一样的。原来是一样的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迷路了，怎么走啊？是走哪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这里好像有东西可以捡，我们去晃晃。直播 Apex 跟台湾主播一起玩，原来是这样。
那我等一下也去你的台看看。每次都直播8到10小时，我觉得玩 Apex 很容易这样哎，对吧？一个不小心就会一直玩，一直玩。已经关了，还是可以去看看，有 VOD 可以看吗？当，玛丽露丽，好喂。泡沫光线，耶！水流尾，要学水流尾吗？好像很强诶，可以把水强化掉了。对。没错，换掉水枪。好喂，好喂。现在应该可以回头了吧？我真的绕到我完全迷路了。这游戏很贵，这游戏很贵吗？很花时间。不是。我到底要怎么上去这里呀、这里还有一只探小四诶，要再抓一只吗？我好像走偏了，我刚刚从这里过桥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走过来。这已经是历代宝可梦最便宜的了，好像是诶，但感觉最好玩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但目前我心目中比较好玩，我觉得阿尔宙斯再好玩一点点耶。马来西亚价格不一样吗？我觉得玩法来说，我好像。觉得这个版跟阿尔宙斯都很好玩。我在想，我要往这里走上来，还是继续走下去？感觉可以继续走下去，但不知道会走去哪。可以走到这，迷路最好玩。我是超级路痴真的是超级路痴。我知道了。我们就走走看吧，因为我猜它这个坡没有那么好爬，所以我猜我们可以继续走。应该是可以继续走的，在这里抓一只探小四，然后沿着这个山沟这样走过去。我先定个目的地在这里。这样比较好看，换成台币156，是便宜，是便宜的吧？好像比台币台湾的定价还便宜耶？妈，我有点忘了，毕竟是几个月前，1个月前、2个月前预购的。已经不记得当时花了多少钱了。探小四呢？有吗？还是他只是骗我，假装这里有探小四。探小四，有吗？没看见，只玩到日月而已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
这里有，其他代买卖。那我跟你相反，我是从真传才开始玩的。我爆红，怎么办？我好像应该换他上来。我好像打不赢哎，怎么办？是以前 Game Boy 那个开始玩，剑盾跟二的，好像是耶，我记得二就是好像差不，完蛋了，我好像刚刚应该，我刚刚有存档吗？有吧？不太妙啊！我是不是没有一只速度快的，让我可以丢个球呢？你觉得直接丢球有办法吗？我觉得好像不行耶，因为它35等，应该没有这么厉害。可是我超能力系的才17等，它35等耶，这打得赢吗？还是换个，对啊，等级比我高。我想一下，对等大怪，我开始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果断丢个球。丢个球试试看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一下直接读取，我直接果断读取，我们先丢球看看好了，搞不好我们真的是一球路线。阿尔宙斯真的等级不是重点欸，属性才是重点。可我觉得这个版也是吧，属性吧，是吗？我们的迷布利姆，好挫折哦！这个版怎么会这样？我以前真的是很一球的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真的太挫折了，拜托，他混乱了，完了，我好像可以重读了，逃跑吗？逃跑啊，好想要。哎，你别过来找我！再见，你们。对啊，之前的都太容易啊，所以这个版不能当地球大师吗？善用蹭蹭脸颊，好吧，我们就去蹭脸颊。一般是不是应该先帮他们补一下呢？都死光光了，我好像可以独挡嘞，好像可以作弊偷独挡了。打成三线，然后异常状态就容易抓，好吧？我觉得这个版果然是要走那种战术路线的，是吧？要用战术。不能硬 A，不能狂丢球。对啊，
我刚刚在他前面的时候有存档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他等级这么高。小兵有只小狗狗啊，再见了，狗狗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我们再跟他碰面一次，然后再皮一次，小乖，要不要皮一下？对，是不吐蕃的技能，蹭脸颊，跟你。是玩 Switch 吗？是玩 Switch，哪次不皮了？来皮一下吧。我们丢一颗球，然后我们先把土拨拨换上去。毕竟他血最后，不对，我们是玛丽露丽的血最后，可是他很脆皮耶。我想一想，换装萝卜坑好了，然后皮一下，皮一个。截取卡截荧幕，我是用截取盒耶，截取盒。但我没有收厂商钱，所以我可以私下告诉你是哪一个牌子。没有啦，你不是有截取卡吗？是吗？小谷是用截取卡吗？哎，我们要丢球了，我们丢个超级球。有哎，有技能可以一抢哎。那我们试试看好了，不是，有技能可以让他一抢，蹭脸颊。可是我刚刚把土拨拨，我把土拨拨，蹭脸颊不是麻痹吗？那我把土拨拨换下来了耶，还是把它换回来。试试看，这样我不知道他速度有没有赢耶。如果他速度没有赢的话，他可能还是会被秒掉。看他们的，完了，太不妙了！等一下，哎，不对，我们有。我想一下，还有什么？念力，可是拉鲁拉斯的，他很脆皮耶，他很脆皮耶，这个脆皮，对啊，他速度好像蛮快，而且我拉鲁拉斯好像是降速度的，糟糕，真的耶。他们好像没救了，圆 筒，圆筒呢？降低他的攻击，天蛇，有复制，我哪有复制？没有，我没有让他学，复制变成同相同的特性。那我们试试看好了，试试看，我的婆究竟有没有帮夫运呢？什么愤怒穴位是什么？我感觉会死，哪一个好啊？我们要赌影子分身，先提高自己的闪避率，还是要用念力呢？念力吗？好，念力。降了，加油啊！你看他们两个的体型，我快点，他混乱，他刚也是这样混乱。可以抓了吗？可以抓了。是，那我们要换谁上来？我们换钻萝卜坑上来，
那我丢个超级球，可我只有两颗超级球，让他扣点血不行，他每一个都。他攻击自己，那我继续丢球吗？还是我要攻击他？给他点状态吗？再打自己，攻击，好，攻击。他又打自己了。好扯哦，可以丢球了吧？这时候还是要再打吗？可以丢球了，好，抓起来，再丢一个超级球，上吧，超级球，AI 键，哇，怎么办？坏蛋解除了，好像没嘞，再丢一次球，还是我应该要再用个魔法液。普通球吗？会死。我也觉得会死欸，赌下去了。丢个纪念球，你想脸吧？我都丢你纪念球了，值得纪念吧？没有，哇，真的会死欸。我等一下又要使出我的绝招喽！我想一下，他怎么办？火属性、冰属性的消失圆筒吗？圆筒啊！好吧，那就决定是你了，狗仔包，上吧，狗仔包，靠你的圆筒了，有用吗？不是，那个追击啊，继续用圆筒吗？打他吗？我想一下。咬住吗？先打，好，先打，再打，加油，咬用力一点，不是咬那个一滴，完了，我按太快了，我忘记用圆筒了啦，好像没救嘞，我好像在闹哎。哪里怪怪的呢？这个，他克制的吗？哦，还是要用念力。二怕格斗，我记得我好像都会死欸，撒娇。想要试试看，自私敌，害怕，糟糕，还是出去再来一次，再皮一次，怎么样？格斗怕撒娇，格斗怕撒娇，格斗怕撒娇。我的马力、陆力的速度够快吗？好像，试 试看。整理好行李了。哦，你什么时候要去啊，小顾？你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哪一天要去，不会是明天吧？这还击中要害，真的很狠呢、欸！他真的很狠呢、欸。等等，好哟，祝你顺飞，顺顺飞，玩得开心，
怎么办？念力怎么样？5点要出门，那你 直接装很闹哎、欸，我中丢了352块，独当大法。开台我会去看，这是你第一次开户外台吗？小狗是吗？是你第一次开吗？第一次先丢小狗，好，第一次先丢小狗，我把小狗换到第一只，我把我的狗仔包换到第一只，不是第一次开户外台吗？所以之前开过户外台了，之前开过 KTV 台，原来是这样。笑而不语也在开台吗？背景就放我的声音，原来是这样。他们一脸懵，想说这人怎么又来了？没错，又是我又来了。把狗狗放在第一只，然后帮我的玛丽露丽回个血，以防需要用到它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Go Go，再存一次档。你们去哪？等一下，他不见了吗？好吓我一跳，问问他走了。我想说，我还想继续皮呢。圆筒，哎，我是用圆筒吗？圆筒有用吗？再继续圆筒吗？可他好像要死了，哎，我是不是小铁吗？小姑晚安，糟糕。糟糕，换布布好了，换布布好了，换我们的布土博，他已经长大了，蹭蹭脸颊，完了，他真的很火爆哎、欸，我们不能用那个吗？跟他多说点好话，你别这么火爆啊！什么存档大法？我猜应该是因为等级差太多了，所以他才很容易就是击中要害吧。我们等的终于来了，现在呢？直接丢球吗？丢一般的球，你不值得这么好的球，你不值得那么好的球。不是吧？还是要伤害他？好，伤害他！不要啦，不要！欸，他不值得啦，太凶了！我想一下，玛丽露丽快倒了，欸，还是再拼一次。再继续让他撒娇，继续撒娇，又混乱。回血吗？加50的哪一个？你说吃东西吗？好像要。
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跟他耗耶。我们还有资源跟他耗，可以挡住武器了。他混乱耶。你觉得要不要丢球啊？还是继续撒娇，伤害他吗？好，伤害他。好紧张哦，又打自己了。出拳，没有拿枪，出拳要打到自己。玛丽露丽，你加油一点，继 续伤害他吗？还是要继续撒娇？还在混乱中，好，继续打他，打到红色为止。还是我应该换别只象来啊？继续打好了，真的吗？哎，混乱解除了，不同，好像还可以耶。我觉得玛丽露露要凉了。再来一次吗？还是再撒娇一次？哇！我想一下，我们应该可以换钻萝卜坑上来吗？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觉得应该可以，然后把它打到红血再丢球。如果快要倒了就，哎不对，我们没机会嘞，我没机会，他已经打得超痛，我已经没有那种撒娇啊，还是圆筒什么的了。怪怪的，没有，他刚说他的那个什么伤害已经提高到最高的了。尼布利姆，念力吗？念力好了，被动，好哎，还有机会。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效果绝佳。可是他没有混乱耶，抓吗？好，抓，听你的，狂按 A 键，加油！他已经成为了我们最强战力，赞赞赞！是烂猴子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他不配用好的球。拉姆拉斯想要学幻象光线，最强的不听话战力，他就只配精灵球，他不配超级球，好气哦！真是的，幻象光线是什么？本不中吗？会使对手混乱。哦，可以把念力换掉了，真的，他已经跟我们走了，成为我们的伙伴了。好喂，火爆猴、猪猴、宝可梦，光是感觉到他方的视线都会暴怒起来，然后去追和他对到眼的家伙，真可怕，真是可怕。还是我们要帮他取个名字？你不配，把谁换下去？换谁好啊？我觉得我拉鲁拉斯好像该下去了，还是米布利姆？8+9，8+9，好坏哦！第二个嘛，可是米布利姆很可爱耶。我
决定帮他取个名字。哎，这里不能取名了吗？还是要去哪里取名？哦，可以耶。叫他个什么好呢？我来想一想。那，靠他 carry 了。就是这样，靠你了。然后我们全部都死光光嘞，这样我的亲密度全部都会降低耶，超惨的。然后我们没有火的人，怎么会有广告呢？怎么会呢？这里还有一只探小士，他怎么能边打嗝呢？我们要靠他 carry， 往后的日子都靠他 carry 了，他怎么能不是打嗝呢？他怎么能不当阿尼迪呢？等级是一切，我也觉得等级是一切。找到了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的宝可梦死光光了，先飞去补血吗？我不会飞耶，怎么飞啊？可以飞吗？我记得前面不是有一个人可以野餐吗？在那个桥边，桥的边边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活力碎片，我怕它跑走。我应该可以用一个活力碎片吧？我可以自己野餐吗？怎么野餐？野餐？哦，好可爱啊！好可爱哦！就这样，他们就会恢复了吗？啊？清洗是什么？清洗？洗澡咯，因为其他的都死光光了。怎么？洗澡一半。洗澡一半，我好像要把他们复活哎，对吧？你这泡泡冲不掉哎。哦，有了，洗澡咯，好了。他很开心哎。不是，那我要怎么？完了，我刚刚还没有帮他们复活。其他都死光光嘞，是我要先结束野餐吗？要先结束野餐吗？拉鲁拉斯。那他要洗澡吗？洗澡吗？好的，洗得很随便。好了，洗好澡了。这个奇宠也要吗？他也要洗澡吗？他也要洗澡。是吗？真的耶！洗头，请问头还有哪里痒痒的吗？
这就这样吗？好了，起好了，亮晶晶的耶。不是我们不是来野餐的吗？怎么全部都在睡觉啊？什么意思？继而就拿出球，拿出球是什么？哦，是踢球的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好啦，可以结束野餐了。怎么结束野餐？为什么不能结束？好亏哦，我们刚刚忘记先把他们复活了。先回复给谁呢？可以抓了。哦，好像直接用火爆盒去打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的那个谁，他去哪了？他去哪了呢？我问了他去野餐，哦，看到了，道馆不够。35等的不会听，好像有道理耶，试试看。现在只有一枚，他只有25等的会听话。不管了，试试看。哎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？不能打他，对吧？我是不是可以直接丢球？打了好像会直接死亡，哎，好像会出事。哪里怪怪的？哪里怪怪的？好喂，好喂，没事啦，没事的，我们很强诶。好喂。好喂，走吧，罗 拉的口头禅不是这个啦，还有别的口头禅，有其他更常讲的，到达目的地了，这是我的目的地吗？对，我说要沿着这条小路去找东西。很可帮宝可梦找一只好耶，打铃。我觉得我们等下可以啊，好可爱。可是我们是不是抓过它啦？我们是不是抓过了？这个板要怎么看自己抓过没啊？我记得我抓过它了吧？它叫什么？有吗？我抓过吗？我记得我好像在地下有抓过它。有吗？眼睛好花哦，没有，没抓过吗？呀呼，
可是是被我打死了，是吗？是记录，丢球，有被我们的火爆猴吓到吗？直接进球吧！哎，真的很难抓哎、欸。你踢他，他刚对我们很凶，踢他就对了。我就把他放着让你打，你不进球也没关系。他名字右边没有宝贝球，就是没抓过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诶，原来可以这样看。OK，我们现在。我们阿尼基就是丢出来给别人打的惩罚，反正他听不到，霸凌他，谁叫他刚那么凶？他打到了我们几只，四只宝可梦，把我们的同伴打得非常痛痛。嗯，好像要存一下档诶。以防等下出事，虽然我觉得放着那个阿尼迪好像也不会有什么事。这只猪猪是不是比较大只啊？还是我的错觉？这只猪是不是特别大只？看一下，没有，它没有特别大只，我搞错了，我搞。哎，他不完了！哎，理我一下啦！糟糕，好像真的不能用它哎。好了好了。真的，我真的需要先去找打道馆，但我一直在路上闲晃。好啦，我去打道馆，我不闲晃了。可是这看起来亮亮的，很好玩耶。好啦，我出发，我不闲晃了。你 好，我看一下地图。我们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人可以打，还是我们先去找这个人打架？我的哎、欸，就在旁边而已。看一下，我们本来是想要这样子走过去，去晃晃的。但感觉还是要先去黑固镇。那个人在哪？底下吗？还在底下吗？哦，不是，哎，那个是太进化的，不是人耶，好吧。那么我们就回头吧。什么啊？我刚没撞到他，是自己想要出来打架的是吗？我刚好像没有撞到那个斗蟋蟀欸，你怪怪的。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点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快走啊！快跑啊！跑起来！硬要跑回去捡。怎么走呢？好像是沿着河走吗？是这里吗？我其实有点想要回去，
我去回复一下宝可梦，还是沿路直接走就好。就是那个吗？鲈鱼吗？还是什么？算了，等一下，我赶时间。我赶时间呐、啊！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你等等，我等等再来找你哦，这位先生。我先去回复一下宝可梦，再下来找你。叮咚！啊，真的很辛苦哎，今天也辛苦了。叮叮叮叮叮！好嘞，好嘞，我要先把火爆猴放下去，然后去打架，去打架。哎，怎么跳不上去？贵重骨头，贵重骨头是什么？嘿，我要搭便车，用坐骑宝可梦载我一程吧。好啊。背包客熊太，什么姑姑？哎呀，球姑！哎呀，球姑！哎呀，球姑，那是什么属性啊？吸取了体力。要稍换一只啊，还是用咬住？一滴，它一滴。你中只有一只宝可梦吗？对不起，我太冒失，840块，好诶，好诶，安乐晚安，早点休息，祝你睡得很好。怎么走呢？我们好像要是……哎，这里还没有到道馆哎。我感觉打道馆好像还是不能带那个火爆猴，万一他又突然不做事，不理我，就惨了，就不太妙。我赢的话，你赢的话什么？买你的 CD，他一定不理我。我又狂用它，你再不理我，你就只有被打的份。然后直到他真的理我的时候，一拳，一个恶意攻击，解决道馆吗？抱歉，我没有买你的 CD，请给我钱。你都是用订阅的哇哇，家很有钱哎，他给了1500块，你人真好哎，
滴滴卖不出去，或许是时代造成的吧。没有，你只是运气不好。等下这路怎么走啊？走，不会看地图。沿着路走，应该是这里。怎么会撞到你呀、怎么会撞到你呀、拜比热辣娃，是吧？你做什么啊，鬼师？什么鬼？这宝可梦怎么一直黏过来啊？我好好的走在路上，你们是在做什么呢？东西看见吗？狗狗，嗨，小学生，小孩都没什么钱，龙也，夜到火星。什么火气的宝可梦吗？毒？你是毒的吗？怎么这样？还能出招吗？好喂、再见了，小孩。小孩拜拜。啊，这小孩是有钱的，748块。怎么会？怎么这么有钱？短裤爱好者都很有活力。短裤爱好者，贵重骨头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耶，这好可爱啊！他们围着小小象在跳舞，敢不敢好好打他？我只是爬上这个斜坡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，然后捡完我就要下去打个钛金花宝可梦，然后穿过那个隧道。然后去打道馆，这什么蓝牙？蓝牙很强吗？好像蛮强的耶，好像蛮强的耶。我就是在路上游荡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在。好好体验路上的游戏体验。哎 这蓝牙怎么那么难打啊？完了！怎么回事？哪里怪怪的？
狗仔包来耍萌一下，咬住好了。计程车大叔，自我激励是用来干嘛的？提高自己的攻击和特攻。你好像不用学这个哎。怒音哥，继续战斗。怒音哥，怒音哥。什么东西？无理取闹是什么？谢谢二二的 follow。不能麻痹他的吗？什么？那个怒音哥。笑而不语，笑而不语，好像不太对耶。我这个狗仔一直被打，不太妙。好想换一只宝可梦了。为什么我的玛丽露丽还在中毒啊？好痛苦哦！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吐蕃，不吐蕃，这个音歌是怎样？拉了两个人来，太夸张了吧？这也太夸张吧！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叫我阿尼给来了。所以，是笑而不语的人，是吗？是你的人。阿尼给，你说你拉了两个人来，所以就是你的人啊。你说你拉了两个人，二二安安。初次见面，你好。哦，别台的人，原来是别台的人。好喂，阿尼给有好好做事。好喂。训练家搭乘飞行计程车的费用会由宝可梦联盟买单，真假的？哎，我旁边现在超级多贴在旁边的宝可梦，哎，我现在不敢退出对话，好可怕哦！我不是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我是真的等着被围殴，哎，吓到了。这边真爱吗？太有趣了！大声咆哮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跳下去了。我们的路线就这样跳下去，然后没有摔死，非常的厉害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人。回去捡一些东西。不小心撞到了。觉得阿尼基会理我吗？觉得阿尼基会理我吗？我感觉他好像不会理我。我也觉得他不会理我，你应该在偷吧？
疯了，你就继续被打。他久了就会亲了吧？久了就会亲了吧？三次，叫了他三次都不理我。先放出来打看看。哦，先逃走，然后直接用那个嘛，直接叫他去打嘛，不要进战斗画面的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试试耶。那你看我旁边有一只那个小猴子，虎视眈眈吗？安妮迪，真的哎，过去啊！过去啊，你过去，你过去，好气哦！他叫不动，叫不动，完全叫不动，完全。散散步，你会开心一点吗？你会跟我亲一点吗？我想要捡那个东西，但鬼蜥一直在那里晃。捡了就跑，他体力没满，不想动，怎么可能？他就是不想鸟我而已。有哎、欸，他做事了，大概叫他5次，他会回一次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我也很想揍他，哎，怎么办？不听话，小小象使出变圆，哇，直接逃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刚明看到一个亮亮的东西可以捡的，跑去哪了？我看到吗？我刚刚是看到一个亮亮的东西才走进来的，不见了哎、欸，是被它踩住了，算了。有一个人站在悬崖边呢、欸，他是要寻短吗？看起来就一副想寻短的样子。好像要赚了，赚了，好赚！干嘛？在干嘛呢？传个档。怎样？这只小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为什么这些宝可梦会一直跑过来了，因为阿尼基的关系，他一直到处招惹人家，是吧？是这样吧？不然为什么我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宝可梦都不会过来？他就一直乱瞪人。